七色海棠，阳光微扬，最自然的微笑，长发飘扬，心情好好，做自由的小鸟，并肩奔跑，张开怀抱，风在我身倒，从现在起梦想闪耀，青春正是宣告。印度媒体援引了一份最新的数据，数据显示小米今年第三季度在印度的手机出货量是920万台，同比上年增长了290%，市场占有率也达到了24%，跟三星并列成为印度手机市场的第一大品牌。从进入印度市场时仅有几名员工，到如今拥有工厂，雇佣数千名印度员工，小米仅用了3年多的时间。今年年初的时候啊，雷军说今年小米会做到1000亿人民币的营业收入，但实际上在今年的1到10月份，小米集团的收入就已经突破了这个数字，今年很有可能会达到1200亿人民币。在2013年年度经济人物的现场，雷军豪言壮语与格力董事长董明珠定下10亿誓约。小米模式能不能战胜格力的模式，我觉得看未来5年，请全国人民作证，5年之内，如果我们的营业额击败格力的话，
董明珠，董总输我一块钱就行了。不要赌，不是一个亿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赌十个亿。五年之约即将到期，小米最近发展的如何？雷军又在忙碌什么呢？深圳旗舰店呢，是我们小米之家在国内的第一家旗舰店，也是全球第一家旗舰店。当这么一个作品摆在面前的时候呢，我还是忍不住觉得特别的激动。小米科技，一个互联网起家的手机创业品牌，却高调在深圳开业了全球第一家旗舰店，站在五年前来想，着实不可思议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电商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0%，我们就是电商100%只卖小米，就所有电商上卖的手机都是小米的话，也有90%的人不了解小米，没有买过小米，我觉得电商10%的份额已经很大。我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提升，但这个过程会比较缓慢。所以呢，由于我们只专注电商呢，使我们的增长遇到了一个瓶颈。2011年8月，为发烧友推出了第一款小米手机的雷军，带领团队创业仅仅2年时间，在2014年就实现小米手机出货量6112万只，年增227%，登顶中国手机市场龙头。同年完成第五轮融资，小米的估值达到4050亿美元，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创业公司。那时的雷军信心满满。随着小米的成功呢，我相信呢，我相信所有的同行都在关注小米这种模式。我相信小米开创的互联网模式呢，应该会成为整个手机行业的趋势。站在风口上，猪都会飞。在1-2年前小米手机意气风发时，雷军嘴边经常挂着这句话，然而豪言犹然在耳，可风口的强风突然停了。从2015年开始，小米的高速增长遭遇了瓶颈，从2014年227%的高增长暴降至15%。2016年一季度，小米手机在国产品牌的出货量排名已经跌落到了第3名，第二季度再度滑至第4名。我觉得这个挑战肯定是存在的。我觉得非常简单，小米呢从创办到今天6年时间，经过了一个超高速的成长，应该来说已经创造了一个神话。但是经过6年高速成长以后呢，其实我们面临很多的困难和问题，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承受长达4-5年的超高速成长。小米开始遭遇困境，供应链薄弱，专利技术短板等一系列问题逐渐显现，雷军的飞猪理论和小米神话也面临着破灭，雷军和小米要何去何从？我也重新思考了小米的模式，我说性价比的模式的本质是高效率。互联网思维教给我们最重要的2个东西，第1个叫用户体验，